干嘛呢？你这是，啊？抱玉门为动力，省得我忍不住又想拿个狼头王蚯蚓脑袋上敲。你呀，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给别人。爱情这个东西啊，就像鞋子，合不合脚没有自己知道。比如说，咱俩在一起，对吧？那跌破多少人的眼镜啊？是不是？哎，对了，五一你有什么安排吗？赚钱呀。 剩下的时间啊，跟你们出去玩。嗯，那就好。这次五一啊，我爸妈会过来，我妈听说我交女朋友了，想见见你。嗯？你妈要见我？对啊。哎呀，只是吃顿饭，别那么紧张。嗯，要吃什么酱？千岛酱还是丘比特酱？ 随便吧，真要命啊！周一到周五要上班，周末还要加班。 本以为过得考得很轻松点，没想到这更累了。好羡慕你啊，还有心情跑业务。哎，对了，安迪姐的邮件我看过了，怎么样啊？应勤道歉了吗？补偿没有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代表咱们二十二楼集体鄙视他。他不光道歉了，还说要赔偿我呢。那就好。哎，莹莹，这次呢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不然就打断安迪姐的计划了啊。我根本没法插手。 应勤答应安迪姐了，说五一务必让我按时回家。可是离五一还有不到一星期的时间了，他除了自驾带我回去，还有什么办法呀？你说路上这么长时间，我们俩肯定得说话的。你们俩还有没有机会恢复成以前的关系啊？莹莹，我明白了，这安迪姐之前列出的那一二三四。 目的就是把你和应勤往一块凑，让你们两个能有单独相处的机会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等会儿樊姐回来，你就问问樊姐，这一路上你需要带些什么，注意些什么。最重要的就是怎么通过这次机会，跟应勤把误会解释清楚。嗯嗯，等樊姐回来我就去问她。问我什么呀？樊姐回来了。樊姐，这五一应勤要自驾带我回家，这一路上我们俩肯定得说话，我要说些什么呀？我要做些什么准备啊？ 经过这次以后，我都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了。这么多问题，总得一个一个回答吧。嗯，那你一个个告诉我呗。我妈以前是大学老师，我爸是工程师，搞机械的，对我没继承他的衣钵耿耿于怀。哎，他们就是好奇，有什么样的女孩能降服得了我？也没说什么，就说你挺特别的，跟一般的女孩子不太一样。 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能让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装文呀？装死我了！莹莹，你去开一下门好不好？好。嗯。谁呀？干嘛是我呀？ 反正你也不是来找我的，我不给你开门，不，我就是来找你的，是来找你打架的，怎么样？怕了吧？哎，别上当，打架，我还怕你？我跟你打，打打打！哎妈的，我卷子不跟你小人斗，你知道吧？我不理你。 那不代表我怕你，我比你凶。哎哎哎哎，你凶，你凶，你最凶，是寒的话就你最凶，我好怕怕哦，就你最流氓。你走开，你才流氓呢，你流氓，你无赖，你什么我还拉着小新呢。拉着，滚开，滚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我找你啊！赶紧找你，找你！你闭嘴，你一来你准出乱子，你干嘛？ 坤坤，是这样的，我上回去呢，你说你要去读那个什么 MBA 哦，对 MBA， 你报了没有啊？嗯，还没呢，但我已经找好了。
我这几天出差太忙了，我明天就有时间了。我打算先去旁听一下，跟杰克试试。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就交钱报名了。我跟你一起去，你去报名，我去砍价。我再叫上几个准备接手家里家产的朋友，怎么着我也给谈个团购价。细脚伶仃的圆规说过，越富越吝啬。那我呢？不吝啬富不起来，不爱钱没有财运。我小宝贝，让我再看看你可爱的小脸蛋。